先前台东地方法院审理洗钱案件时发生离谱插曲，当时交互诘问完毕，正要进行被告询问时，罗姓检察官突然起身脱下法袍准备离席，审判长看到满脸问号，出声提醒检察官现在是被告补充询问证人时间，没想到检察官竟回现在已经中午12点多了，我等一下还有事。审判长当场傻眼，回了一声哈，而检察官还是坚持要走，不断询问审判长，所以还要多久，大概会到几点？ 甚至直言12点之后，检察官没有义务继续开庭。审判长也被搞糊涂了，反问检察官12点就可以离开的依据在哪里？接着双方搬出法条辩论。 检察官甚至当庭打电话给主任检察官，询问超过工作时间是不是可以离开。整件事情耗费了10多分钟，虽然最后检察官有将法庭开完，但整体事件过于荒谬，消息一出引发热议。而台东地检署主任检察官表示，15号将启动相关调查，待结果出炉后再做进一步的明确处理。有任何最新未明随时再更新报道。